好了，我们已经顺利的抵达北京，入住了我们的媒体酒店玉龙大酒店。那么接下来呢，在未来的十几天里头，我们将在玉龙大酒店度过我们的媒体的工作还有我们的居住都在这里进行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闭环的区域里头。接下来呢，从这里到冬奥会的场馆还有新闻中心就只能通过媒体大巴接驳啊，只有这一种方式，就等于我们现在是已经不能再出去了。所以呢，这里头管理呢非常的严格啊，严格按照疫情防控的措施来进行管理，吃住行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在我们入住酒店之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做一个核酸，这样呢也是他们疫情防控的一个标准的动作。那么工作人员呢先对我们的采访证件做一个拍摄信息的留存。这个赛事期间呢每天都要做一次核酸，这样的确保大家都是平安的，可以正常的开展工作。好了，广州日报的记者呢已经正式到了我们的玉龙大酒店的大堂，准备办理入住手续。请靠近客人，请勿正常。这是一个自动测温的一个装置。今天是怎么供应的呢？您可能需要的。啊。免费的给记者提供 N95 的口罩啊，这个安全防护还是很重要。所以呢，我们的组委会呢，还有我们媒体的官方指定酒店，服务也是非常的专业和到位，啊，也非常的人性化。酒店还提供了24小时的送餐服务，那么我们看到呢，提供了有4个套餐。